请这一队，有请。王先生，25岁，来自辽宁个体，有请王先生，有请。王女士，24岁，来自辽宁运营，来，有请王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两位今天为何而来啊？因为处了5、6年了跟他，然后之后他就是成天磨叽我，最近这一年，然后有点快受不了了，对我什么都是双重标准，就是我不能干的事啊，他都能干，啥意思？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玩游戏的事儿，就我不能玩，他就可以玩，不行就不行呗。那我肯定，我要为我自己争取一下我自己的权利嘛。那你来在生活里争取，跑我们这儿争取啥呀？是不是现在不是演生闹着吗？以后为了结婚什么的，我现在就是他现在这种状态啊。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姑娘？计划是明年。今天听这意思，他是来抱怨你的是吗？我也来抱怨他。啊，互吐槽是吗？对。今天吐槽是为了分手啊，还是为了以后在你们的婚礼上放小片的时候，把我们这内容放出来？你得给我一个调子，你定好了我就知道怎么问了。我还没想好呢。啊，没想好呢。那我按哪个方式走啊？是按婚礼那方式走，还是按分手那方式走？我想看他是什么个状态。如果他还是像现在这样不改正的话，可能都走不到最后那一步了。哦，行，你希望他改什么呢？他这个人就刚才说打游戏，他特别爱打游戏，就是那种到痴迷的程度，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他现在有开一个店，他天天晚上打到凌晨下半夜。正常你说哪个开店的不是早上，最起码8、9点就得开了吧？我给他打电话，上午从来不接。不是，那得看他开的是什么店。外卖店。就是。那是因为他总是来找我玩嘛，天晚上找我来玩，要出去上网，然后又要吃夜宵，然后结果晚上回去晚了，第二天呢怎么起来还？那我找你一个月就能找你1、2次、2、3次，那剩下的20多天，你天天晚上在那玩。我没有一直玩，好吧？我干活的时候你看到了吗？我没看到啊，我只看到了你在那玩。是，只认为我在玩，我工作的时候看不到。对。说你们还有视频资料是吧？我们看看资料好不好？来来来。这啥？这个是当时有一次，那个他打游戏。跟我朋友，然后来我家，中午了该吃饭了，我给他俩做饭，然后我喊他，他就不出来，就在那打。我朋友就是把手机放下，就来那个餐厅等我们俩了嘛。然后他就在那儿这么玩，我怎么喊他他都不出来。然后最后他还动手推了我。我没看清楚这视频表达的是这个。啊，不是，然后就这个事情的原因嘛。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生气，他就没哄我。然后最后我朋友给他剪了这个头发，然后剪完了之后就好了。当时我说了，我说这个朋友跟我们挺好的，我说你先吃呗，就吃饭这种事就先吃，我跟朋友都挺好，就先吃就完了呗。为什么刚一块儿吃啊？没有，我正好也在玩游戏呢。我说玩完我就过去吃了，你说非得过来就抢我手机，就不让玩了。那我玩的团战游戏啊，那我不能扔下游戏不管我队友了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20多岁的孩子谈恋爱，游戏老成了第三者啊。老被游戏打得不可开交。年轻人肯定爱玩游戏嘛，再说我玩手机游戏嘛。啊，咋了呢？手机游戏不是很正常吗？正常啥？一天的时间都玩了，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游戏？说，四个小时啊，也就几个小时？6个。几个小时？12个。几个小时？12。对呀，您还睡觉吗？您还做买卖吗？不是，我不是天天这样啊。现在我听明白了。所谓的双重标准是女生不希望他长时间打游戏，是这意思吧？他只看到我玩游戏的时候，那我认真工作努力的时候，他也没看到。是一天是24个小时，您睡8个小时，打12个小时游戏，认真工作啥时候我也不知道。游戏没有人反对打，但是你不能把生活变成了游戏。咱们不是说要绝对的不做一件事情，太极端。您注意一个时间的调配。听说你们俩还打架是吧？嗯。谁打谁？都打。因为我互殴啊。对啊，为啥事儿？也是算是因为游戏吧，他不让我玩，那我不玩，他就可以玩，干直播这一类的，跟别人直播，跟别的小男生聊天，还加人微信。我没加呀。你不有那个举动没有？然后他就要跟我分手，我去哄他，哄他还不行，他就又在那打游戏，然后我不让他玩，就随手就打我脑袋一个包。我可没随手打，你过来抢我键盘跟鼠标好吧？你那我这鼠标键盘，那我当时我那天我说你先别找我，咱俩都冷静冷静，对不对？那我要冷静，不是分手了吗？就让我玩不好，
啊，你可倒好，回手给我脖子挠三条血，现在还有疤呢，真的。昨天你要看一下吗？看他干啥呀？然后就是证据嘛，就是他不是你留这证据是为了啥？他是说我跟他动手吗？我根本没有跟他动手啊。你这证据只能证明他跟你动了手，无法证明你没跟他动手，对吧？这逻辑是对的吧？对，他打我的包就消了，我这没法留证据，我不总不能天天就捶他，就一直留这个包吧？哎，你们俩天天就为这点破事儿吵来吵去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大事儿？说两件大事儿。没有特别大的事，都是小事，就因为这些琐碎的小事，我就觉得已经忍受不了了。你们俩在生活里谁强势？我强势。你承认哈？对，我承认。你是弱者是吗？算是，因为我不想跟他计较了，但是他确实太磨叽我了，说我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完了你干什么都行。没听明白你啥不能干吗？不就是不让你打游戏吗？还有啥？然后再就是比如说迟到的事儿，我们俩以前一起约出去拍照，然后最后就因为我迟到十多分钟，对我一天没有好脸，就他能迟到。你是男生啊？我是男生，那我男女平等吗？那平等呢？他平等得了吗？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平等吗？你自己说，摸着良心说，平等吗？所以我来找平等来了吗？你找不到平等，这哪有平等是吧，姑娘？对。干嘛这么对他呀？不喜欢？没有不喜欢呀，我都是为了他好啊。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你看得上这个男生吗？看得上啊。看得上啊？你嫌弃他吗？那不得分事儿。比如说呢？就比如说他打游戏这种事儿，我真的特别生气。哎呀，除了游戏，你们俩的生活里也没什么了。你觉得这个男生有上进心吗？是一个嫁了之后可以依靠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不是啊？我是为了以后我是不是开个店呢？那你开店不还是打游戏吗？我打游戏，那我耽误工作了吗？那你那工作量太少了。那我刚起步吗？刚起步。那你不应该想一想怎么去看，怎么去发展吗？啊，反正就是我就是看出来了，就是说我啥不行都是。我干啥我努力都看不着。不是，看到我玩游戏了。不是，你还努力了什么呀？我努力，我说那我天天早上我开这个店，我天天早上起早上菜。几点起床？有时候早上6点我就去上菜啊。有时候你也说了，有时候。几点下班？24小时。我不关店，打游戏啊。那没活我不在打游戏吗？为啥没活？就没人点呗。哎呀，是啊，是菜做的不好，还是口味不好，还是营销不好？也不是，因为你这刚做嘛，就慢慢才能让人认知起来嘛。你不是什么行业不都是吗？你刚上来就一下就成功啊？你还挺会说，是事实吗？那得持续努力啊。我也没不努力啊。你咋努力的？你说来听听。我不是说了吗？我天，我来单我就做，是有时候玩游戏，偶尔玩吗？每天就两单，对吧？没那么长的呀，几单？至少10单20单呢。一天10单20单。对啊，在我们那边可以了。这不慢慢来吗？那你让我天天100200的，我这也做不来。谁让你天天100200的呀？你就这态度，他当然觉得你不够上进了。行吧，你们俩分了得了。打游戏，还有啥？啊，迟到的事儿。不是你个大男生，你等会儿女生有啥了不起？我就说这个事儿嘛。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情感里面，你觉得自己现在一直受压呀？是你想翻身把歌唱啊？你说实话，别跟我就平等一点嘛。咋平等？就是提出来，不要说我不能，你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哎呀，你们俩谈了5、6年了是吧？嗯。这么长时间咋不结婚呢？因为没到那个时机啊。我经济条件也确实有点差嘛。啊，有人提过结婚的事儿吗？就是我们两个想过，就是也说过，但是还没和家里去确定。哦，所以你们俩今天来这儿是干嘛来了？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去跟家里确定。又变了，刚才说我们明年年底结婚。对，就是我们不知道要不要结婚，现在又变成要不要跟家里确定了。我们两个是有这个想法。哎呀，你们让我们太难做了。就是反正他现在这种态，我就怕他结婚以后，什么我也说不过他呀。我是因为压迫我，是我怎么能好吗？这生活，对不？你是不想结婚了？我没说不想结婚，我希望他就是。我说实话，没不想，想不想结婚？想结婚的条件多高？也给我一平等一样的待遇啊！给不了，结不结？给不了，结啊！你们俩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上有什么规划吗？我希望现在就是开个店嘛，又挣点钱，让在经济上面上不要。有太大压力吗？
所以我开个店努力挣点钱吧，我以后结婚。但是他这个人比较大手大脚的花钱，隔三差五就要给自己买件衣服啊，就是，那你说这要以后结婚了，这怎么过呀日子？那我自己挣的钱我花了有问题吗？那你现在这种状态不就是吗？你现在如果说这种状态，那以后你不还是这样吗？你们俩是不该结婚，什么事儿都没考虑好吗？谁管账？现在是我管，婚后呢？我也想管。就你要想管，我们俩就是喝西北风嘛，天天吃衣服。那他到底他管账这件事儿，你心里面要不要平整呢？当然想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是有一年假期的时候一起出去打工，上学假期的时候，然后认识的。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只是互相加了。怎么在一起的？完后来就聊天嘛，一起。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当时喜欢她美啊，年轻啊。现在看来不美不年轻了啊。你用了个当时美，但是脾气越来越不好了。就是以前好歹我们有什么事儿还能商量一下，现在她对我什么事都不用商量了，就我说啥都是错的，她怎么都是对的。那本来就是你自己做的有问题啊！你就说迟到，我跟你讲，有一次晚上就是因为她打游戏，我都快到，我就是找她去嘛，我都快到了，我给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接我。然后他说行，我到站了之后等了他十多分钟，大晚上的，晚上十点了，车站就我一个女孩子，我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等你，你觉得你这么说对吗？啊，那当时我是不是去接你了就？那你不还是晚了吗？哎，你想过什么时候娶她吗？你规划过未来吗？你们不是都谈了五六年了吗？规划过，规划过就是那个店对吗？那还想怎样？你问我还想怎样？结什么婚啊？要不要嫁？我就想让他改掉这些毛病，然后让我能看到一个未来。就说你现在觉得跟这小伙子在一起没未来呗？对。没有未来的原因是什么呀？不上进啊。我觉得我挺上进的。这还聊啥？得了，交给你们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真正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我愿意，我心甘情愿。其实说白了就是相互都让着对方，所以才平等。如果你要是在一段感情当中跟这个女人非常认真地去讲平等的话，那也就说明你不太爱她。你们是在谈恋爱，是在谈感情，她是你爱的人。你说你玩游戏，你说哎我不能我不能坑队友啊，那你为什么能坑女朋友呢？那游戏那段的队友给你生活能带来什么吗？我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就说出这样话的男生，他的心里是我不能坑队友啊，所以现实当中的女朋友我不管不顾，我先把我这个虚幻世界里面的这些队友先照顾好了，然后我再说我现实生活。可是你毕竟生活在现实当中啊，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不要谈结婚，你们两个人现在感情疲了。然后不光是感情疲了，是你们两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疲了，都倦了。我看不到你们任何对于人生生活的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未来工作事业要怎么发展，我的这个外卖店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就特别安于现状，满足于现状也行，也可以，我们知足嘛。但如果一直这么过下去，生活没有激情，你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婚结的都没有意义。女生今天站这儿就说，我反正让他改，他改，他要改了我就嫁给他，他改什么呀？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就撑死说一句，你不能那么长时间玩游戏，然后呢？你要什么？他对你的关心、爱护，还是对你的陪伴？怎么陪伴？怎么关心你？怎么爱护你？你知道吗？千万别说结婚的事儿，如果要以现在这个状态进入婚姻的话，我们又得见证一个家庭的破碎了。咱先好好把自己的人生想好，方向在哪儿，然后再谈感情。谢谢二位。好，谢谢珊珊老师。来来来，你们两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你们对于改造生活的需求是什么？你们改造生活的计划是什么？你们不应该是挤到挤出人，你不应该玩游戏，你不应该什么，这些东西是细节，你不要说细节，你就直接说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明年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后年我们应该存多少钱，把计划定下来，一步步去实现计划，这个才是一个确定的可以量化的东西。看到未来吧，给你们唯一的建议，好吧？好，谢谢陆琪老师。来来来，严老师，
随着这个时代进步，大家都说什么男女平等，今天男生也是把这个男女平等挂在嘴上，但是真正的在一个两性关系包括家庭生活中的男女平等，那真是男人是男人的样，女人是女的样，他就平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你们二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男生没有一个男人的样，而且你对于自己的好逸恶劳总有借口，哎呀我们小城市啊接个十几单就可以了，我这边打游戏也边把生意做了，那还能做好生意吗？一天十几个小时打游戏，来了单接一接，不去做推销的，不去研究怎么能让自己的销售更好吗？所以你时时刻刻在给自己的不上进找借口，我已经挺好的啦，你看我还开了个店，你看我什么都没误，我还有时候早上6点钟去进菜呢，完全没有一个将来要成为一个家庭中顶梁柱男人的这个样子，责任担当不遗余力的努力，抱歉在你身上都没看到，所以你没啥资格说平等，你还没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呢，你要求别人给你平等和尊重吗？女人也一样，其实你是没有方法的，对吧？你看你对于你们共同财务的管理没有任何计划的，想花就花了，她也有抱怨啊，你的我们的这个共同财务就是你买了很多漂亮衣裳，我们共同东西就是你有脾气随便发，女人要在一个两性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中有女人的样，才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彼此平等和尊重。其实你别看好像你说我强势，哎，未见得，在你们关系当中我看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你是外强中干，真正的女人是说我不说，我的温柔我的努力我的贤惠，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做到了，这个男人自然会进步的，光说没用的，自己做好才是关键。比如说男生，你要想去成为一个有担当男人，要别人尊重你，要平等，好，我今天是不是就要卖到20个菜，我明天是不是把我菜都起一个很好的名字，我后天就要求我的粉丝增加了100个，每天都要去有一个规划，实现一个每天的小目标，你就有意义了，而不是想着哎呀我这5年以后我就大老板了，那你肯定坐那儿不动，是吧？女生也一样，你不要每天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能打19个小时游戏，把每一天对生活的理解落到实处，可能你们的生活真的能有点意义。如果5、6年了不想分开，真的好好调整一下方式吧，好吗？好，谢谢。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我就想问一下男生，你还臊吧？还行吧，我觉得你不害臊。你说咱们比点什么不好，非要比那差的？咱就不能比点谁更努力谁更上进，就非要比谁玩游戏能玩得更多一些？咱就不能比点好的吗？咱就不能跟那些每天送不说100份外卖几十份外卖的人跟他们去比不好吗？我刚才说这个话虽然是笑着说的，但你今年20多了，咱们还点臊，咱们要点脸面，行不行？男人和女人平等涵盖两个意义，第一是作为人你们的人格都是平等，但是作为男和女，
间，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以你们现在彼此对个人的认知来看，你们是没有资格恋爱的，所以先分开，把工作做好，再去谈恋爱，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你之前其实说实话对我挺好的，就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那个衣服都是你帮我洗的，然后也是。请关门。开诚布公地说，我现在只要一听两个年轻的情侣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游戏，因为上不上进，因为我就内心我就要崩溃。而今天让我最觉得受不了的是这两个人对生活那种木气，就木到了你觉得就空气里都是朽木的味道，那种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啊。到最后又是自己感动了自己，就男生还感动了自己，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可能是对女生的付出啊。居然他能，我，你为什么就看那么真诚的去说一个不应该由一个成年人嘴里说出来的一个乞求的条件，你又让不由得从内心又非常的同情他们。总而言之，对于这一对儿，我们就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您的生活千万别按这个来，您要按这个来可真是痛苦。咱们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来，请开门。回来好不容易一家三口在家里待着，我想喊老公带我和孩子出去旅游，他却不愿意，然后就吵架了，孩子也不愿在家待着，可是我老公就是不愿意出去，最后喊我婆婆一起带着孩子出门了，可真气人。气人的其实不是他不陪你旅游，而是他不把家庭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呢，是时候审视一下你们的婚姻生活了，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应该推心置腹的好好谈一谈。